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第二场分析：中超河南建业对阵广州恒大。评论区有留言，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河南建业中超四轮战罢，排名联赛第五位。落后身后的上海申花一分，本赛季进攻端发挥不俗，但需注意球队的防守发挥不佳，四轮联赛场场丢球。客队广州恒大新赛季排名联赛第二位，落后榜首球队江苏苏宁一分，球队攻守两端都较出色，为联赛进球最多的队伍，也是中超夺得冠军次数最多的球队。本场比赛开出客让 1.25 球，很明显这一场将是进攻对抗防守的矛盾之战。以现阶段恒大中前场的伤病状况来看，要攻破密集防守的河南建业，球门也并非易事。本场推荐河南建业加 1.5。 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滑着滑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